回头是岸，三域试炼，你赢了我，但现在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要战胜公幻羽，只你必须要学会完整的血月化三族的九式刀法。现在还缺进化三式。我试过了，虽然有了阿云的清风心法助我修行，但我内力不够，无法速成。我和金蚕可以把内力传给你。 金凡呢？怎么还没出来？我们要帮织人拖延时间，护住月月山，他必须撑到最后。织人需要你。
直播。